伊即久啊，方思阳哪会袂精神啊？别啊，当医生经常讲，毋是凊彩脑震荡尔。好啊啦，总会着，表姐受伤，我要你赶紧张呢。你俩准讲你伫咧遮去翕球，表姐马上就要精神哦。医生有讲过，一切无问题，咱即马就伫咧遮等伊醒过就好啊。 方生，方生，你真是啊！你从上真是啊！有感觉都会不爽快无？有无爽快的所在，紧甲我讲，我来找医生。我袂要紧啊，敢若是头淡薄仔讲，淡薄仔疼尔。表姐，医生有讲过，小小骨折就无代志啊。 好佳哉，好佳哉，你试过啊，那无吼，我会互总会做的东西。伊即满吼有够关心你的呢，有够夸张的。我看吼，伊毋是忠心爱着你，就是有问题。表姐，爱记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吼、哦。佩佩啊，那连你拢讲一款无可能的代志。 这吼是我这阵仔听过上好笑笑话啊！对啊，我嘛感觉无可能。总会觉得静静吼，想空想胖，想要得你的命呢。今麦搁这样关心你，一定有问题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表姐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哦，吼。我知影。啊，对啦。 表姐，你是安怎会跌倒受伤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了，门，当然是孙建廷啊，伊实在有够狠，竟然把伊扯到伊楼梯骹，我一定找伊算账。总会长，你莫遮尔冲动啦，是我家己无细致步落去，甲孙建廷无关系。方思瑶，你是弄甲阿淡仔小度啊？即满拢什么时阵啊？ 搁替伊笨手咧讲话，我讲的是真的，你莫有白想啦。对啊，这件代志你敢有甲小婷讲？对吼，多谢你的提醒。多一直烦恼，你也别错怪，我拢袂记咧通知小婷，即摆你错怪，我去看。庄会长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安尼做好无？真正是我家己无细致步落去。 甲孙倩婷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再讲，即摆银行阿婆就无简单遮好好，你若是遮尔啊冲动，你干来甲代志愈来愈麻烦。假使你真正要甲我斗相共，我拜托你千万唔通互小婷知影。老师啊，阿哥。好啊啦，总会长，卖阁讲。表姐，你即摆给气过来啊！ 我阁有代志要去无闲，我甲蒋宏哥约好啊，要去看蒋玉。你家己也较细致哦。嗯，我知影啦，你嘛是爱加休困哦，哈。庄会长，我警告你哦，莫欺负表姐，伊若是有啥物死角草，我绝对会帮你耍。 我来买物件给你吃，哈。哎，周伟哲，走。